呢啲混乱场面喺过去几个月日日发生。想知道乜嘢事？睇片之前记得订阅 channel 先啦。呢度系深水埗富安大厦对出。大约两三个月之前，大批公公婆婆每朝六点钟就嚟排队，条龙排到100米咁长，日日都好似打仗咁啊！我俾张卡，我俾啊！我想先买啦，我唔系炒，我唔系炒噶，买咗又买啦，我都见啊！仲搞到屈亲脚，爆晒缸咁，为嘅就系呢支油咯。由于近月市场缺货，加上中港差价扩大，吸引咗一班水货客嚟到位于呢一栋大厦嘅黄道益门市入货。因为呢度一支只系卖50蚊，比起市面平成10蚊。而黄道益设有限购政策，所以水客药房就俾钱一班公公婆婆帮手排队抢购。开始由每四支咧赚10蚊嘅啫，黄道益改咗制度咧，每人两支又系俾10蚊，越嚟越多人揾食啦。今日呢個大媽咧就每兩支咧加到15蚊，呢個大媽咧長定一大沓100蚊啊，同埋10蚊嗰啲咧就俾啲公公婆婆啦。公公婆婆攞咗之後咧，就個大媽同佢影幅相，就買完落嚟咧就交俾佢。一定混亂嘅，因為後邊嗰啲咧唔望前邊嗰扎咧係咁打戰啦。開始買嘅時候，後邊啲扎咧衝上去啦，變咗混亂咗啦，開始難櫃坊嘅形式啦。人仔經常唔喺度咧，一樣係打戰嘅啦。前邊嗰扎咧都受啲大媽控制咗，啲公公婆婆買咗落嚟之後咧，又喺中途打戰，希望買多啲。三轉至四轉或者五轉更多咯。呢個爆咗拗柴嘅坐喺度。佢點解會拗柴嘅？即係由個樓梯碌落嚟咯。呢個咪就係流血事件咯。覺得就唔開心咯。咁樣為嗰啲賺咗10蚊8元8塊咁樣受傷。附近生意亦都大受影響。唔誇張啊！日日都有100多人喺度排隊咯，成條街都塞曬，有影響㗎。咁啲人都唔會行過嚟啊嘛，成條街都塞曬，咁朝頭早基本上都冇乜生意。佢唔定時嘅，佢有時咧就早啲賣，譬如10點前賣就比較好啲啦。但有時佢12點先賣，係咯，有時就可能12點後先賣啊，咁樣就會坐得耐啲咯。因為一直未賣咧，啲人就一直喺度排隊喺度阻住。朝頭早嘅生意起碼跌咗一半咯。連大廈看更都好頭痛啊！我已經慘㗎，係收咗幾磅啊，早話頭頸亂啦，斷手斷腳，20針，連門都我推冧啊，足死啦嘛，幾千人嘛，唉，全部爆曬房啊，男人啊，隔離咗又得，即係去影響鋪頭，影響大廈。俾咗個私信佢啦，我哋都大廈商住客，附近商鋪怨聲載道之下，黃道益終於喺今年1月12日將活絡油由50蚊大幅加到60蚊，令到排隊黨絕跡。但係有個別水客唔知道加咗價，專登嚟買，結果失望而回。如果帶住深圳，前100蚊，你得60蚊。就算65蚊，你都冇數嘅。而家油價係幾多？搞幾咧？1.1元嘅坐地鐵嘅車費，深圳嘅車費，你話做咩啫？我喺出邊買，有啲地方識得嘅都50幾啦。你按照深圳以前賣到15蚊，大概我朋友就係咁樣做嘅。但我唔知佢而家先加幾多，你而家60蚊，你絕對冇得算，我去入貨查。亦都有婆婆大手買入，以為大媽會如常接貨，點知？婆婆，黃道益，你攬住攬住俾你啊！呢60蚊一支，你如我俾下你啦，好嘛？7-8元一盒，一得，我唔知道貴唔貴啊，唔知道起價噶，起咗價噶，所以我啲人死啊買貴嘅。你買嘅同我買先好。你咪買黃豆一啊，60蚊一支。同我意思，你知道真假咧？哎呀，啱啱買啲行落嚟噶，唔知真假。我叫假。啱啱買行落嚟啊！佢又叫我假喎，唉，真係噶。你唔要啊？我要加你啦。要啊！一单几钱？七百二，一单。系
我怎么买我咁贵嘅？你问佢啊，你唔使买。最后婆婆好好彩，揾到好心人同佢买。虽然加咗价，但系门市仍然有唔少人嚟买。好似咧，佢哋又买两支，咁我俾个口味你选。整好晒啦，好。哦哦，好。可以咁样摆，四支四支咁样摆。哦，好。不过我哋问黄道益嘅职员，佢就话加价同排队党无关。加贵啦，啲人材料贵咗，食材又加，分先又加，纸箱又加，运输费又加，所以呢条片又加，冇办法啦。啲人材料贵得犀利，一日下买下买两支。如果你要一打嘅，咁如果有人重复排队，你咪重复排队咯。如果冇人排队嘅，你咪俾720我，公司规定下买两支嘛，我就俾个下俾两支两支咁俾你咯。假设卖三箱货，卖完咗三盘啦，唔一定9点开卖。譬如話，可能十一點先賣嘅，因為冇咁多貨供應嘅市場。哦，係啦，因為嗰啲工人點晚晚加班，禮拜開埋工，都供應唔切嘅市場。佢話：即使加咗價，仍然有水貨客嚟買。佢哋都有人嚟買啊，不過佢哋而家唔請2-3百人啊嘛，啲成本足咗，佢哋自己幾個水貨客，啲老細自己嚟買咯。好、我聽佢哋講話，啲水貨客拎翻上去，人民幣價賺30蚊一斤啊！究竟点解黄道益近月先出现呢一个抢救潮呢？我哋就问过港九药房总商会。唔出奇，佢嗰啲出边间间买唔到啊，间间买唔到都未必有咁嘅情形。咁啊，变咗香港市民咪苦啊苦嘛，冇供应俾嗰啲嗰啲批发商，批发商供应出嚟，一样系配给咁啦。佢话佢唔够货嘛，最多系俾两单咁，以前就随便你买得嘅，有需要嘅人买到你就得，而家。佢唔俾咁多出嚟，因為大陸而家要大陸買到啲貨都幾貴下，好似聽講就成80蚊人民幣一樽嘅。其實早喺2010年，黃道益亦都曾經出現全城缺貨，因為批發商將一半嘅貨源運到內地賣，令到價錢由29蚊炒到100蚊一支。我哋就今次事件向黄道益查询，佢哋回复话系卖货俾经销商，再由经销商卖俾药房同埋连锁店，佢哋并冇对经销商作出任何嘅干预。至于排队党，佢哋已经实施限购、调整价钱等等，情况而家已经改善咗啦。大家对今次事件又点睇呢？欢迎留言、like 同埋 share。中意我哋嘅片，可以以低至38蚊成为会员。下条片再见。Channel C 的观众大家好，我们是 Lolly Talk， 祝大家龙年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 Hello Channel C 的观众你好，我林家谦，祝你们龙年身壮日健，龙马精神，开心心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陈雷，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马精神，最重要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